的口吻，讲着远方雨纷纷。我在梦里停顿，数着记忆的年轮，为的那句炙热的情深，敢用一生繁华换浮沉，交给旧一寸，把故事。杨超越，顶哥，就真的很直接嘛？没有什么特殊的称号吗？月姐、啊，我都称你哥。月姐、啊，备注是金哥，但是叫的时候是小金。扮演了一个就是战神，被逼无奈跟一个疯疯的一个女孩子下界历劫，然后呢，慢慢的爱上了对方，发现哎，我们之前就互相喜欢对方了，发现就是缘分这种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。转转还是你，不管经历几世，我毅然站，我毅然决然的能在人群中发现你的美好，爱上你。是一个古灵精怪，然后感性的，然后反而慢慢过程中让我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色彩的一些。打个7.5吧，再给自己留一些空间，因为我觉得还能往上再找一找。要不也给你点空间吧，7.5，我给你打8分吧。7.5吧，就是比你高，别这么比我高一点，这个压力太大了。比我高一点，然后再给你进步的，7.5，7.5。先让我们来。